好的，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各位四季四玩家哈，还有朋友，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玩家投稿啊。那好，我们的玩家投稿这边啊，也蛮久一段时间没有单人了哈。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投稿玩家是我们东风谷哈。那我们看一下，好，目前这一队是我们的东风谷。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地形的部分，是我们的这个多人的这个天梯对战。然后我们这个地图是悬崖边。好，我们先看到一下目前东风谷这一队的一个文明。我们看一下这个日文我不太会念啊。现在这个日文的玩家呢，这个选择的是我们的拜占庭啊。好，后侧是我们的东风谷啊，选择是我们罗斯文明。好，右侧这里呢啊是我们的这个 Ground Rain 吗 ？Ground Rain G U 应该是吧？哈 ，Ground Rain 好，那选择是我们的阿巴斯啊。我们最右侧这边，哇，他这一家有一点离得很远哦，他这个队友哦，好 ，Swing。We my 嘛，这个好像没这种发音嘞。卡酷哦，好，我们这边选的是英格兰哈。我们看一下目前在我们这个上半部哈，算上半部这边是东风谷队友的一个地方。我看一下他队友的一个绕图状况啊。好，我们看一下敌方势力的部分哦。敌方势力这边是，好，我们先看一下从右侧这边哈，约莫三点钟方向这里哈，这个是逆鳞哦，这个选择是我们的朱西亚。我们后面这一边是777哦，喊口号吗？好，选择是英格兰。我们在左侧这边是什么龟菜啊？这边也是英格兰，好，他们对面有两家英格兰嘞，好，好，招风叶，这是我们的这个阿玉布，阿玉布，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们看一下敌对的这个叛徒状况啊，嗯，这一场好像。打的以资料来看，好像打的有点不可开交，但是我没有去登载，先观看了，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也不会知道内容。我们先看一下双方大概目前的一个状况。我们看一下敌方阿玉部这里是下了，他蛮 special， 他选择是下铁匠部这一个军师，好，铁匠大师，也就是上了我们的这个封建时代之后呢，他铁匠部是全部都研发完成哦。你要盖铁匠部，他就全部都送你。这样我觉得也是可以啦。他这个有一点感觉像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想要打封建时代的文明，一般不是会先下个铁匠部吗？然后你就会开始去点啊，什么工程啊，一员工一进攻啊，哦，然后。一员工一员房啊，吼，那之类的这些，啊，这个有点类似他上了，他什么都送你，但是他工程是没有，那他反而他只要 focus 在什么经济科技，那这个样子有一点类似就是要打，好，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英格兰这里，我们稍微收缩一下这个左侧这边，英格兰这边是下，哦，一个是下列王，那一个应该是议会厅啊，哦，果然哦，这个一正一负，哦。互相搭配，我们看一下啊，朱熹这里是下冥想花园，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英格兰是一样下议会厅，阿伐斯这里是下什么？哦，经济偏电啊，那看起来等一下应该是补经济啦哈。我们看罗斯这边是哦，一样是金门，好，这个之前不是说想看罗斯的金门吗？好 ，OK， 没问题，东风谷示范给大家看哦。这个。帝国竞技场啊，这边是选下了我们的军事地标哈，这个就是帝国竞技场啊。二水池这边也紧接着起来，哇，那这样是不是有点激情呢？不过我看他选的这个竞技场哦，这边是先下了一个哨站在前面，反而不是先下在黄金的点，他是先下在这个食物的点。看起来他这个食物数量好像，如果继续持续补的话，应该是要直成，但是感觉是。他断金欸，这个感觉就不像是要直承了。如果他继续补食物，然后又没断金，这个我就
对啊，那他又下这个铁匠部，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他一开始已经预设，我觉得他是想打封建啊，我个人觉得啦。哦，这个枫叶这里，那我觉得又配合一家马，那有可能马会跟这一家一开始这一家英格兰应该是会边打边支撑，有可能或是农一个 TC， 但是这边应该是有可能就是直接打，那这个英格兰也有可能直接打边打边上。皇宫也有可能。好，这边是先上了二 TC 哦，直接被打脸了哈。那他这样子的话，就变成他二 TC 之后就可以白塔。时间也来到五分多，差不多也蛮正常。那之后上了，我就看双方想打什么步调。好，中国这一个朱熹哈，这边是下了选择点。弄潮用他石头，那应该也是二 TC。我们看一下拜占庭这边，东风谷拜占庭这里是直接绕了一匹马过来啊，哈。哦，对方这边也有在做监控的部分啊。那我依照我的推断，我感觉这阿拔斯跟这个罗斯应该是会稍微先浓一下。好，我们看一下阿拔斯这里的二 TC 是哦，这边是选择盖在这个比较偏野外的部分哦。OK， 那感觉应该也有点类似像上次那一把由班廷这边稍微先扛一下前面。那埃布这边应该可以很短期的推出冲车啊，这边已经是二攻了。那二枪呢？哦，二枪二攻哦，是不是？啊，那他的弓箭，他这个感觉可以出。如果都是啊，这个应该沙漠绿罗者是。可有可无，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考虑一下，因为为什么？因为班廷他这边有肉嘛，那你反而就是，我可以理解他想点马，但是他点骆驼一样可以去 control， 就是去切换嘛。我看、啊、这边也是蛮快哦，直接点下了这个冲车哦，基本上看的样子就是真的是要打了哈。那看一下这个。左侧这边好像开始在围这个木墙的部分哦。好，一批哦，已经一批了，一批要过来了哈。这边准备要开扁了哈，准备开扁了哈。好，哦，看得到什么东西吗？哦，看得到什么东西吗？没有，什么都没有。难道是对方已经先跑了吗？哦，直接烧塔呀！好，我们看一下这里。哇，英格兰的这个骑兵大队，好，我们看一下英格兰这边的发展哦，是不是也有补一个二 TC？ 没有，看起来应该这样子的话是走直程啊。我们看一下中间的部分，哦，中间的部分长枪兵是没办法，是顺利这个如果都回来就啊，势必是稍微会被赶走一下，这个是还可以啦哈。然后后面这边英格兰也是接续啊，班廷这边有点算是他第一家啦，那没有办法，他会去扛所有攻击。哇，橘色这边也有来稍微探一下，是不是？所以这边现在看到是对方是准备了一台冲车等你，但是这边的村民，哎，你的村民怎么会在这伐木呢？哇，糟糕！啊，罗斯前面这边也有下了一个塔的部分，我们看看右侧这边的英格兰是没有 TC。所以他是打算打一个防守，算是掩护后面的队友嘛，齁，也不可能三家都农，齁，三家都农就准备一起这个升天，齁。好，这边准备过来，欸，看到了吗？啊，看到了吗？欸，但是狩猎小屋，大狩猎小屋在干，但是哇，这边的村民，这边的村民，哦，糟糕，欸，赶快躲进去，哦，差点死一村啊，但是这一个。这个大狩猎小屋，这个很危险哦。这个如果没有赶快把它做起来加盖，它只有这一点点血量啊，你这是会当场暴毙的哈。我们看一下，啊，骆驼来了，骆驼来了，不行，它这边应该一定会死村，因为毕竟这个看起来这个状况应该是蛮难处理的。哇，这里现在是有点麻烦啊，对方抓到他的一个空档，前面他班廷的队友活生生的被顶掉一个，这是什么东西？应该是箭塔吧，哈。那现在这长兵这么多，哦，他也没办法做事，然后骆驼也过来了。哇，对方这个
法国的这个骑士哦，这个国王哦，基本上是恶意性来干扰啊。他这边其实是干扰到，我个人是觉得蛮到位。他是能杀几村就几村嘛、啊。我这边感觉已经被杀了好几村掉了。好，我们看一下，这里有点麻烦喽。然后这里前面的罗斯的前哨站有一点被这个冲撞车哦推的一个体无完肤。我们骆驼顺便干掉这个队友的阿拔斯啊，骆驼啊，终于哦帮忙把队友都吃掉。我们看一下东风谷好像蛮长这个大概打这个策略哦，直成啊双梯系直成一波流，然后但是。都会被搞啊齁，然后不过队友都好像来了蛮及时啊，这个我觉得他们的团队好像是有已经有沟通过，大概是哪两家农，然后我大概有一家出什么兵，那我罗斯这边大概是要打什么策略，可能是会没兵哦，那到时候如果被打，然后大家应该做什么策略的应用等等的，大概好像都是有点类似，我觉得他们好像有一点配出一个固定的团队的那种。打了一个模式的感觉。我们看到巴兰廷这边是选下了东方契约哦，那有点出缺圈，那后面这两台好像是没有办法看到啊，这两台冲车躲过了一劫啊哈，躲过了一劫。好，全部都上了这个，不是全部啦，逆鳞这边上了城堡时代，我们的东风谷也上了城堡时代。好，那现在看起来，目前是受伤最深的都是第一家吧，我在猜。然后除了这个朱熹之外，朱熹这边的二 T C 我想在哪里？有时候会补到三 T 耶。然后朱熹这边二 T 解送，然后盖少林寺啊，这边准备抢一波这个一击。不过这个朱熹应该也是快，应该是对啊，时代三就是他啦，我想他的经济这么好嘛，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班廷这边是准备针对这一家朱熹。但后面这边工兵现在好像有点太少，然后又遭到英格兰这个肉马乱之流啊齁。啊，骆驼落弓来啦齁，阿拔斯落弓来啦啊，落弓哦，这边是往这边压，但是自己家里有点麻烦啦，自己家里也被两家搞。现在双方有点不遑多让哦，就是把压力都往对方家推哦，但是剩下的兵生出来有可能可以考虑放在家里，但是现在班廷家里防御有点薄弱啊。不过龟菜这里有一点奇怪啊，他就是来到12分，我觉得他肉马好像出的有一开始肉马好像出的有点多，理论上差不多。应该也是大概12分前11分吧，我觉得11分最慢应该是要上哦，他可能是有点稍微慢了一点，我觉得啦齁。好，那英格兰这边是本身英格兰这边感觉是打了一个国王流啊，就是准备打金马。我们看一下这边后方的英格兰打枪攻的这个组合也来到前面朱熹这边驰援，然后本身英格兰持续乱，然后我们的阿玉部这边哇带着大军哦准备出征哦，后面还有这个我们的沙漠绿罗者没有出金骆驼啊哦。啊，金骆驼不出一下吗？蛮香的啊，是不是？我们看一下东风谷这里的英格兰，这边是后面才补上，是不是？感觉现在卡库这边是感觉现在目前好像稍微存在感有点低哦，就是很后面才补哦。不过他是留在时代二哦。我倒是不知道，摸班廷这边也是留在时代的，没有办法。第一家能扛上时代三也不少，但是这边好像已经有一点被两家搞到前面这个黄金，不要不能治理啊！是不是要请队友这边来支援一下我们看一下阿拔斯的落攻直接到英格兰这里，英格兰这边是蛮贪的直接盖到双 TC 盖王宫，补到三 TC。是把他要偷到极大化，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哦，阿玉部这边的骑手来了，这感觉双方两队是一个高质量的对比哦，而且是同时在打，一家一家的接上来哦，就是前面这家有人顶替，然后在后面那一家再往后面这一家稍微跑一下，而且双方是都是针对对方的一些弱点在做偷袭。
感觉是蛮常在天地上活跃的一些玩家。好，洛宫这边也来。洛宫其实在射村民也是蛮痛的，不过洛宫一般也是可以用工兵去处理掉他，然后那基本上他的机动性是比较高一点哦，可以跑。哇哦，洛宫啊，洛宫要展现出洛宫的位置啦，哈，洛宫的味道啦。我们看一下洛宫这边的这个，其实他们两个是稍微有点互克，因为啊，本身骆驼克马，可是轻骑兵基本上是克马攻类哦，所以其实就是你看到他们两个互相打的时候，就是对方都有点痛，就是这样哦。然后他这边围成这样，我还以为他是什么这个叫什么啊，厄图曼是不是？有点像啊，哈，有点像啊。好，我们看一下阿巴斯，阿巴斯这个我们的罗斯啊，罗斯的重部这边是往埃布家推哦。那基本上埃布也是蛮怕重部的一个文明哦，只要他不是双 PC 哦，往他家持续一直塞就对啦，哦，用力的塞，往里面的塞。好，我们看一下埃布这边是走了一个，也是一个职城体系哦。那选择一个文化篇，但我不知道他的文化是文化哪一种，感觉应该是，难道是 40% 的吗？哦，我刚一直没看，我无法察觉，我看起来应该是 40% 的。然后这个重部进来啊，也就是让这个我们的粉色打金马弓的这个英格兰哦，就是往自己队友家这边稍微解救一下，稍微解救一下。好 ，OK， 这边大概没什么问题。不过同时，我们看一下右侧这边的英格兰三 TC 这边的也是围起来哈，然后这里大概也顺利的帮忙，双方都顺利的帮忙把队友解掉了。然后我们看一下黄色的这个打枪弓组合的这个英格兰这边也顺利在我们的朱熹前面这边是做集结了哈。好，那看起来双方这样打起来，前面就已经是蛮激烈了哈。这感觉有点像是真的是都是征服者对局啊。好，我们看一下绿色英格兰这边也是上了时代三的这个白宫，下白宫，我不是下王宫。我们看一下拜占庭这里的马队担任起奇袭，奇袭哦，这边没有盖好，好像英格兰有时候长这样。有时候你这个你要一次圈八片田，圈完之后记得你的村民要再点这个磨坊一下，点一下磨坊，他自己到会缴资源，然后会散去至各个田哦，会慢慢补。如果你是这样盖好，然后你最后一下没有八个村民没有点磨坊，有时候就会这样，你盖好之后磨坊没盖，然后你在那边种田，然后结果发现效率很差。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游戏的，我不知道是 bug 还是怎么样。好，第一家的班庭有一点衰，有一点累，有一点这个宝宝有一点辛苦哦。第一个就我们朱熹的重部这边也进来了哦，这边的村民有点危险啊，就是可能要全部拉走。正左侧这里也有对方阿育部的这个军队哦，甚至粉色英格兰也是非常的这个非常过分了。堆的这个三家哦，那这个也导致就是对方要赶快，要赶快回来啊，好像赶快回救啊。好，这边是打一个枪跟重部的部分。啊，粉色的英格兰这边是打一个马弓哦，那但是弓属于是弩兵的部分啊，我们看一下，那接下来下一步会不会有什么？哇，这个皇位一直追着这村民跑，哇，真的是非常恶心。但是为什么不住进这一个 TC 里面呢？我是觉得可以住进这 TC 里面，这样被砍了好几村哦，我觉得是非常不划算啊。而且这样子的话，感觉半艇是要直接开 TC 啦，他下的是守山蓄水池。哇，这里是太惨啦，日加全部都往第一家班庭这边打，因为你所有军队都要往这边来啦。但是这个绿色的英格兰怎么回事？哎，老兄，老兄不要发呆啊！你怎么在家啊？那个是我们的卡库是来吸趴的吗？还是他要走一个直地？我是觉得这样是不行啊！吼，他哇，英格兰开始在推中车，
这边班廷是承受了第一家无情的战火洗礼啊，是直接四家往他脸上压，哦，不得了不得了哦！现在可以看到所有的点点都往这个第一家拜占庭哦。我们看一下哦，班廷这边也不遑多让，开启了这个我们的守山蓄水池跟帝国竞技场的一些特殊功能哦，就是那个可以回血那个，我突然有点忘记哈。哇，这里杀了阿育部不少村民哎！哦，这有赚哦哈，就是我死也要拖下一家，哦、我死也要拖下一家。对方这个军队量有点多，我觉得一个人只能在这边稍微这个周旋一下哈。但是我们看一下这边、我们的东风谷选择帮他的队友盖下一个城堡，但是这一边这一个帝国竞技场啊，这个啦，这个是什么？他那个叫凯旋点数啦哈，对对对对对。好，我们的这个看起来是凶多吉少啊，哦，班廷应该八成会被毒根，但这一队马队大概也没了，不过也重创对方了，对方也只剩十几只村民哦，然后再加上这边，他如果不打算复活的话，他可能这个阿布这边可能要补个 PC 复活一下村民，有点偏少。那班廷这边可能也同样了，那这个主 TC 看起来也有点非常危险哦，有点感觉有点没救。但这个英格兰还在这发呆，我不知道他这个英格兰在干什么。我觉得这个当下这三个队友应该已经快气炸了吧？哈哈。没有尝试跟这个队友沟通吗？请问一下，他与世隔绝、欸，他真的与世隔绝，他完全没在做事。理论上配到这样的玩家，难道是野牌吗？我。哎、欸，他还是不动，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司机师都会有这种玩家。那通常遇到这种玩家是其实有点是有时候是蛮累的哈。好，我们看一下中部这边是往阿巴斯家那边喊啊，不过对方我们的阿巴斯这边也回救一波，回救一波，然后正面是可能放给东风谷这边做对抗。但英格兰这一个枪攻里面还有装步的组合，其实是有点对方要打对方其实也是不好打，这个也是逼迫罗斯这边没有办法出金马。哇，这个八成嘛，我刚刚想说这个班廷八成被毒根嘛，哦，但大概差不多啦，也被八成了，也被八成了。但是他这个英格兰到底在干什么东西啊？他怎么现在才进来？这个土没有探干净吗？英格兰怎么会从这里开始打呢？好了，进来了。好，我们这边是他只要把朱熹这个谷仓这边给淹掉，我觉得是蛮有作为啦哈。但是我觉得尽快啊，要快啊，然后要快啊，要快啊，大哥啊，你的队友都没了。我觉得这是高端场里面啊，就是你三家打四家，大家如果等级都跟你差不多，你根本没办法三家打四家，你一定是会被跟，一定被推掉的啦齁，这是势必一定被推掉的。那以照现在这个样子，基本上，班廷的村民就是要留一些下来，然后想办法队友给他一些资源，让他自己想办法去复活，然后复活开个三五个 TC 哦，三个 TC 五个 TC 哦，想办法把他活起来。然后我不知道他怎么选择来打英格兰哦，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哦。OK， 那我不知道、欸，我觉得他这个进攻点完全不对啊，这个 TC 可以拆，他不拆，我怎么要去拆城堡呢？而且弩兵也要有啦，他这里现在还是放了，还是长弓，我觉得这边长弓可能还是不太行了。然后对方另外一家英格兰也过来，然后再加上自己家的队员回救，啊，粉色这边也过来了。好，我们看一下黄色英格兰这边是感觉用了一个是刺猬见证的方式，哇，结果你这一批军队被三家包围。这铁定是走不出去啦、啊！我不知道、欸、他这个为什么不先拆中国这个谷仓啊，朱熹这个谷仓啊，这个先拆掉啊。
哦，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不知道哎、欸，这像他这如果他是路牌的话，这家绿色应该是很有，我觉得他有很大的问题啊，他有很大的问题、啊，他现在自己行动等于是他自己的军队送光了就没了，而且被这么多家包围的状态下，他等于是完全没有帮到队友，我觉得是等于是完全没帮到队友了哈。然后我们看一下阿玉部这边是跟罗斯一挑一，不过罗斯这边是双 T 系的经济，我看应该是。有办法吗？但像刚刚我们的枫叶这边才损失掉不少我们的冲车啊、我们的这个什么，我们的村民哦，看起来应该是没办法那么厉害哦。哇，被打完了，被打完了，被打完了，哦，被打完了。那我不知道这个是有点奇怪，然后中间这边也被乱了一波哦。我们看一下。好，我们中间的部分，哇，粉色英格兰这边又要出动了，有点恶心啊！你选那边双英格兰其实也是不好打了哈。对方如果有一个国王，然后他们看起来这边是其实已经有配好，然后这边是两家打一家。我们看一下绿色这边的资源是爆到有点非常夸张，但是他们没有在。我这军事建筑好像稍显少一点哦、喔，然后射箭场好像也有点少，然后对这个绿色的我觉得有点奇怪，然后竟然哇要在中间直接上吗？对方村民这么多的状况下，要在这直接上吗？对面都弩兵，哇你这些兵当然一下回了，我个人觉得你这个盖不起来啊，对啊，直接回家了，哇直接被打脸啊。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可能他对他可能没打过单挑，这个卡库这边，哦，第一个他可能没打过单挑，或者是他有打单挑，那他就可能对单挑的这个架构可能不太熟。第二个，如果他可能都打团战，我可能都打四十这种，把队友已经卖到已经快死了，然后他最后都已经死透了，然后他才要出来，然后自己出来觉得可以拯救世界，然后结果就。其实又把队友给搞得更惨。我们看一下这边已经盖到4 TC 的部分。哦，所以我不知道。然后这边这个村民快被狼咬光了哈。好，我们看一下正面这边是罗斯这边堆了三台的头车哦，那对面也是非常这个军容盛大哈。OK， 这边准备一波进攻。哦，双方要直接在中间短兵相接吗？哎、欸，头车没有作用，哇，刚刚有点可惜。头车如果作用一下，哇，这边应该会蛮不错的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马这边是要往下追哦，但是步兵现在是要赶快跑，赶快跑！哇，哎，工兵在后面啊，顺便抓，顺便抓。现在感觉这个 JP 骆驼是有优势哦。刚刚如果罗斯的这个投射有跟上来玩，那当然不得了啦齁。我们看一下，现在前面都是有少部分的长兵哦，但是有落攻。那现在看这样子，大概是放 A 啊，那应该是不用特别操作，那是可以拉一小批的这个落马往前去点长弓兵或是弩兵。OK， 来啊！哇，这一波对方的这个兵可能全部会死光哦，三台头车有机会五五破吗？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后方罗斯大军抵达，大军压境 ，OK， coming， 好，罗斯，好，但是这一台的纽利姆炮有一点烦人啊。啊，我们看到绿色这一家哦，这个宜兰自得这一家哦，直接被两家惩罚，我要看他准备要完蛋啊哦。这个他的兵呢？我们看一下他的兵呢？没有兵，有没有资源？有，资源很多，没有兵。好，那我不知道他这是怎么排到征服者场，那也是蛮奇怪。那。这个感觉应该是野牌，可能要推翻我前面的讲法。团队，我觉得应该是有很高的几率是野牌，哦，或者是去取也有可能是 team 啊，但是他可能是，我就觉得他应该不是打
单挑的好手，因为单挑没有人在这样打，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个行为。好，我们看一下这边，感觉又是要实行上一家换波，上一则投稿换家行动吗？啊、好，我们的阿巴斯这边也往左侧这边过来哦。啊，对方这里可能双方要开始做一波经济交换，阿巴斯的经济其实也不差哦。啊，如果要这样换，阿巴斯不会换苏尼哦。不过就是黄金的部分，阿巴斯要早一点，就是做布局。然后，就是如果对方一赶上帝王，阿巴斯就可能要尽早做布局，然后还有贸易的部分哦，要尽早把它弄起来。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后方这里，看起来双方都打到一个阶段了，然后已经到30分钟了嘛，再打下去其实中间的金大家是很难抢到，那有一些可能要想办法去转一下贸易，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英港绿色英港有多惨哦，这个继续这个被教训了齁，然后这个木头留那么多，后面也没有继续再加盖出兵建筑哦，有现在才盖，我觉得他所有的做法全部都是不是慢一拍，也是慢好几拍哦，那当然没有办法，对，我不是苛责新手啊，但我的意思就是说，要跟队友打团队，你还是要跟队友沟通，这跟强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说，你当下你遇到什么问题，然后你可能要跟队友讲一下，或队友已经在喊说，我这边有问题了，你有兵，你那时候就要过去。哦，就是你不打也没关系，你就把兵放在你队友家，基本上就有一个震慑作用。那我看一下，哇靠，这边这个 TC 又掉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朱熹已经肥到出汁啊，肥到出汁了。如果不针对他田区去做打击，我觉得会打得非常痛苦。我这边已经来到游戏的时间大概是30分钟。哦，那我觉得这个整个一个有很大的问题是在绿色英格兰这一家，他的行动导致了整队现在面临的是一个非常难打的一个局面啊。哦，我们看一下罗斯这边的前哨站，这边感觉好像也快要被前面这家朱熹给拆哦。朱熹这边是帝国卫队，天啊！他是研发那个很强的那个哦，那个近战很强的那个那个金马哦。哇，不得了！虽然说这个朱熹是没有火枪兵的啦哈，那不过他有诸葛弩的万箭齐发。那东吴翻成这个什么一万支箭也很奇怪。因为他可能不想跟英格兰的那个万箭齐发，这个互相 cover 到，那你可以去想办法，哦，就是这个，甚至你可以那个翻译成另外一种名词，因为你是黏弩兵嘛，那你甚至你可以翻什么类似什么黏弩的箭阵，哦，就是你的科技名字也可以这样子。那你就是看你是怎么翻啦，但是我就觉得他可能不想是 cover 到，所以他是做了一些区隔。好，中间这一条部分看起来我们的朱熹是顺利拿到中间的图控啊。好，爆开啦。好，朱熹这边也彻底的把我们罗斯前置的这个部分拿掉，那这一块黄金也没办法吃，这个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好，目前东风谷这一队应该要非常痛苦，应该是会在于黄金的部分，因为没有金是没有办法打仗啊齁。好，那但是班廷这边看起来是稍微有点复苏起来了齁。但是前面他自己家本身的这一个 TC 就又掉了。好，艾布这边接手，艾布这边是跟蟑螂一样啊，怎么打不死，后面加盖了双 TC 哦，而且还是盖在最边边，这感觉就是长期在打团的人会，就是大部分会干这种事情哦。
长期打团的人，就是打团跟打单人的思维是完全不一样。好，我们看一下，当然说完全不一样也不一定啊。我只是说打团跟打单人，不是说打单人是你只要你顾好你自己，打团是你还要这个你会更忙，你还要看你队友，想你队友，然后彼此双方的配兵怎么样，然后反正很多因素。那打团就是因为你有队友 cover， 这又是另外一个因素。所以团队强弱之分就会慢慢出来。然后有队友，有些有时候有队友 cover， 你没有那么强没关系，你可能还在没有那么高段位下，你可能打很开心。啊，那如果你像这个绿色队友这边，哇，干，我真的觉得，哎，不小心骂脏话，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很想扁人呐，哈。啊，遇到这个队友我就受不了了。像遇到这种绿色队友，有些人就会选择直接跳了，他就受不了了。哇，朱熹跟这个我们黄色英格兰啊，黄色英格兰甚至推出了这个风情炮。那这样送一支一支来送是没有用的，你没有集成一堆，你一支一支来送也是白送啊齁。哇，这边也让埃布顺利的盖下了城堡，这边是感觉对方目前感觉还是有一点优势，至少他们战士都不是在他们家。然后几乎都是啊，东蒙古这一队被打击，哇，前面这个堡又没了，到处都在响，哇，这里这一波偷袭好像有点没有成功啊，前面一个潜质堡啊，一个 TC 防守堡啊，更正一下，不是潜质堡。然后风情炮这个感觉已经没有办法用兵去解，这个还是要想办法用长风炮或者是扭力弩炮去想办法去把它解掉。好，对方不断的777这边不断的使用黄色英格兰不断的使用保退的部分，前面这边的前置也又没了。我们其实已经面临到有点麻烦，而且整个我们看一下东武这边也是整个靠向了阿巴斯这里，好，阿巴斯这边也是开始贸易了。东风谷我在想应该也是开始贸易，因为毕竟是没有黄金的部分啊。好，我们看一下阿巴斯这边也是已经是精锐哦，但是这边是骆驼加我们的肉马哦，就是要把对方的东西收掉。对方也是出帝国卫队，感觉对方这边有开始在做贸易的准备。好，我们看一下拜占庭这边，哦，精锐瓦兰吉卫队，哇，这一个拜占庭的这个罗马军队哦。然后中间这个堡点掉，好，瓦兰吉卫队，瓦兰吉卫队 ，OK， 村民砍砍砍，这个朱熹啊，还挖是吧？还挖，好，瓦兰吉卫队，好，冲冲冲，哦，边防军，啊，里面还有火枪兵。感觉这个蓝色是会玩的哦，他知道对方移动会跟着移动，然后嗜血开起来，哇，好凶啊！好，这边看起来就是死追了，感觉对方想要这个甩他啊。好，不甩了，不给你甩了，直接打你黄色的黄金。好，我们看一下一窝蜂哦，这里正面这边对阿巴斯的这个战争。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长矛骑兵哦，我们这个不知道有没有骆驼啊？好，骆驼啊，他可能骆驼是用后面这边啊，火箭也点起来了。好，我们这绿色的英格兰到现在还在出长弓兵，天哪！精锐的长弓兵哦，好了，没关系，我们原谅他哦，毕竟他也没什么资源可以产。哇，这里是怎么回事？哦，双方已经打得有点死去活来哦。我们看一下，他靠着这个绿色，靠着这个两个
这个地标城堡在防御。我们看一下，班廷这边是成功的把对方压回去。哇，看起来战况是稍微有好一点哦，没有再让对方持续往里面推，但是对方现在还是稍微有一点地利的状况哦。哇，白马骑士都出来了，可见露西这边打到没有黄金的是吧？中国有收税呢，中国体系有税收呢。哇，又在用宝推，这边是感觉把中路的所有黄金都要把它 cover 掉啊，齁，不给盖，不给盖。这个朱熹非常会玩哦，哇，这个英格兰不断的一直推进，哇，火炮也来了，糟糕。不是啊，这个英格兰到底是怎么回事？英格兰，英格兰，英格兰。好，我们看一下班廷这边，我跟罗斯哦各一队进来我们的粉色家里喽。罗斯这边也有一队进来，阿布加。这一场打得非常辛苦，感觉这次整场几乎都在三打四。然后我们看一下绿色这一家哦，如果出来又是这一点点兵。然后等一下我们打开这个支援表，它是爆支援哦，这支援其实还是很多啊。哇，这里有点麻烦，这里有点麻烦，我这个被两家同时灌，然后右侧的英格兰完全没有办法救自己的队友。好不容易往前推，但是中间这一路好像又有一点要爆了。然后甚至这一家露西这边是整个串进来了，串进的这个我们的班廷家了哈。哇，这个后面还有一窝蜂已经来到累积的四台，然后火炮，我不知道这一队要怎么解，这一队 U 已经快要无解了、欸。风琴炮、火炮、一窝蜂，然后长弓兵，然后装步，然后还有这个很硬的金马。对，我这个要怎么解？然后刚刚绿色这一队呢？好，绿色这一队选择去偷袭后方的这个黄金的地方。好，我们看一下正面的这个交火的部分。哇，这里已经是。只能说好险，我们班廷这边是火起来啦，不然面对这样的压境是非常困难啦。现在的打法大概就是对方是给应该会持续用圣地的压力一直给，然后不断的，他们现在也不急啊。如果在这边继续压一个城堡，然后就再跟你耗在，他就耗在这个圣地前面跟你打阵地战，然后他只要不硬推，只要守住。那你也非常难打，然后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全部都要往我们下面这两家哦，朱熹家我们的那个英格兰应该是要全部的兵应该都会往前集结。好，现在这边是源源不绝的往前来，但是这个英格兰有办法在后面把他们解掉吗？可以看到双方现在是在有圣地上面圣地的地方是非常的危急哦，下了两个，但是同时后面啊就还有一队火枪兵在乱嚼啊。瓦罗斯这边被包起来，被粉色包起来，直接歼灭。好，里面下面这边有没有人混进去做枪毙的动作？有，下枪毙，枪毙。东风谷这边打了一个多线。哇，罗斯射手卫队。瓦罗斯射手卫队到处都可以看到，在拯救全世界。我们看到拜占庭这里是直接用拜占庭圣骑兵哦，直接往前顶，但是这个朱熹的城堡逆鳞这边没有点费油。好，后面这边是顺利被解决掉，现在是接着要赶快解决掉我们的胜利的一个问题哦，不能让对方站太久。好，我们看一下这家英格兰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要这，不是啊，怎么
欸，他没有去，他没有盖军营哦。为什么没木头了？好，我们看一下这边被发现哦。啊，绿色应该还是几寸？六十四寸，一三九。东风谷应该120起跳吧，110差不多。班艇这边也190，哇！你看看你的队友，天哪、啊，难怪你没有兵，六十几寸，哇！完了，这次又要被杜根了。不过好险有点废油，但是人家有火炮。哎，装部这边没有点大学科技哦，没有把它点完。然后圈田有点，然后但是哇，这个最后的这个田，哎，这个二级田没有点。好吧，我们抓到了，就是。哦，箭塔像来了，哇，这个贸易的这个单位箭塔像都出现了，难道要靠着我们的箭塔像反攻吗？哦，这一局至关重要啊！其实我在猜罗斯这边其实也是稍微有一点缺金啊，不然他其实也不会出这么多单位是属于，哦，可能是装部或是长枪兵。哇，我们看一下正面这里对方，哇，班尼圣骑兵加上哇一窝蜂啊，我们看一下班尼圣骑兵考虑往后面去抓一窝蜂哦，旁边对方来得及，我们看一下哦，哎，但是他怎么直直走了？哎，兄弟你走错边啊，兄弟没有，兄弟这边是没有打算打一窝蜂，不足为惧是不是？哦，不过看起来好像是有顺利解掉哦。哦，考虑来后面这边是屠村哦。难道要被打进去了吗？哇，你看这个箭塔像，天哪，有点夸张。哇，我们的阿巴斯果然是经济一哥哦，被推完。一下、哦、马上就复活了，好，绿色长弓兵来了，哦，绿色英格兰又来了，我、哦、这个结果军营没有补上，还是没有补上，天啊，难怪续兵这么慢。哦，绿色英格兰挡在前面。好、哦、现在后面是蛮多这个青头，应该是青头。好，我们看一下，对方也是陆陆续续开始在做贸易。我们看一下，班廷这边是成功的躲进了这个朱熹的圈田哦，开始在打朱熹的谷仓啊，说错了。这时候知道要收村了哈，但是感觉这个箭塔像有点源源不绝。我们看一下朱熹这边的肉已经破一万多，但是快没有金了。阿拔斯没有金哦，班廷金倒不少，风风谷金还可以，我们这边是肉都还可以，我们看一下，哇，这边要往后往回推了吗？哇，这一波加上英格兰的火枪兵投车，哇，后面这里战象，英勇的战象战死啦、啊！哦，朱熹这里是 OK 哦，已经回复了，是不是？我们看这个前面这几个经典哦，都被拿回来了，我觉得这边也是还不错。然后这埃布这边正在被罗斯教训一波哦，直接用装部顶进去，然后加我们的罗斯冲车，罗斯就是木头多啊。这边有一队，啊，这边有一队，好，这个狭路相逢，砰砰砰砰，直接枪毙！哦，天哪、啊，哇！哎、欸，请问一下，他在送兵吗？不是啊，这样都没有做到事情啊，这样是什么意思？
你这样他都没做到事情，全白白被打死一波啊！我们看一下，哦，对方又要找绿色英格兰出气。这边是来到了两家的兵哦，朱西加英格兰又是这两家，这两家合作无间啊！我们看一下阿巴斯这里哦，一点都不想救他队友哈。这边其实是没有必要去救他，就让他推吧，反正绿色这家有跟没有一样哦，这是。就让他去推，然后这时候，我们的部队只要专心的把中间这个结冰线的事情把它做好，结完之后再往朱熹家哦，就是一口气把这边全部都推掉，那大概都没辙了。如果出兵点被压制，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警讯了哈。我现在在断所谓的这个补给线，哦，兵的补给线。哇！对方真的傻傻的继续去打我们的绿色英格兰。这个是一个请君入瓮啊，这个诱敌深入是吧？哈，诱敌深入去打英格兰。这边也有一批，哦，这边也有一批。我们看中路这边断兵断的差不多，哇！但是他选择回救一波，哇！前后包抄在这一个窄边，哦，这里刚好是开枪的好时机啊！哦。里面有混装步、工兵、火枪哦，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骆驼。虽然说金马是被克的哦，但是哇，对方选择回救一波，中间的兵被断掉有大概也不少啊，吼，被虚耗的也不少。好，班廷这边的长枪部队来了，哇，这边是碰了正着，直接砍，有没有回过神？哇，直接打，哎，变。对方想要做什么？直接用村民户 A 吗？难道是村民起义？哦，但是你不是西班牙，哎，连支部都没穿，你不是西班牙村民哦。后面这边有补了，补了这边是继续用装步对装步哈，互敲。哇，罗斯的终于。出兵点被压制了，终于啊！经过快一小时的这个战斗，双方打得如火如荼。有人说如火如茶是不是啊？不要念错了，如火如荼啊，是不是？然后看一下粉色的英国这个列王修道院开的英格兰啊，国王没带出来啊，是不是？哦，这里是选择在后面一样，双方打到后面都是开始在做偷袭，经济偷袭。哇哦，战象又来了，而且这边是有蛮大坨的班廷圣骑兵哦，这个是精锐部队哦，这个是一进来是非死即伤啊，这一波要怎么弄？486啊，486滴的拜占庭的这个圣骑兵32+2啊，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践踏伤害啊 ，Q 一下你这些兵血都不见了。哦，拜占庭圣骑兵来了，圣骑兵来了，哇，砍一刀，拜占庭二代圣骑兵专克步兵哦。看起来这一批肉马，对方这一批肉马还持续在里面搞，不过班廷的这个村民好像比较勇一点哦。那支部也上了，我们看一下这边，哇，这么多村民，哎，有没有践踏一下？践踏一下 ，Q 一下，分两队 Q。哎，没有，这边连扭一弩炮都不想理了哈。这个现在血已经到480+几滴哦，186了哈。我记得之前的拜占庭是到500多滴嘛，我也忘记了。我记得血很多，我记得神罗，龙骑拜占庭加这个什么帝国那个朱熹的这个金马血都很多。好，我们绿色英格兰这边哦，有队友最后来救他了哦，队友来救他了。前面这边哇，这边被一平的1/3。哦，终于要 Q 了吗？哦，我们的这个手上蓄水池，这个凯加凯旋点数的这个发挥作用了哈、哦，一口吞下、哦、手上蓄水池哦，点下去了。哇，不行，这火枪兵在班廷圣骑兵面前
斗山蓄水池加砍学员点数之下，直接被换光。哇！你发现你怎么砍他都不会死啊，是不是？这个开下去之后，而且他有砍死单位是有奖赏的哦。哇，你这个赚不少啊！天哪、啊，这个越开越强啊！哇，不行，班宁圣骑兵这一队解决不掉。他现在应该还有能量可以开、欸。等一下，他如果他这个有刚斩杀那么多单位，对，你看一下，又可以开了、欸。他现在是越杀越强。好，看起来开完了、喔，刚刚那一波已经是开完了，是不是？好，我们后面这边，哦，对方是怎么回事？哦，六一群在这边是干嘛啊啊？好，但是来不及啊！这个班尼圣骑兵看起来是要一路砍过去，然后一路砍过去。好，金马这边也来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罗斯东风谷这里也针对对方的贸易点这边开始做打击，但是我们的埃布这边的两个 PC 看起来也快要不保了哈。哇，班尼圣骑兵赶回来，万马奔腾，好，直接开爆。看起来是对方后继有点无力啊！对方后继有点无力啊！中间有一波，其实没有把握住啊！我觉得不要去打英格兰那一家、啊。我觉得这导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打英格兰那一家，让他挂，然后就是怎么讲啊？就是打他，就让敌人有机会嘛，你就是被收拾掉。哇，这边埃布后面这边看起来是没有救了。不过我们看英格兰这边是也在。东风谷后排这边哦，这边是实施做打击。我们看突袭这边还是依然强悍哦，还是有这么多兵的状况下，这边可能要所有的部队集结起来一起打。我看起来这边的皇宫卫兵血是蛮多，216。看起来双方的贸易应该大概都快没了，因为这个状态应该就是看谁比较回城哦。我们看一下粉色率先投降，哇，跟着投降了。这边其实。哦，双方再蹭一下有没有机会？对方再蹭一下有没有机会？其实我觉得一度是对方快要赢了啦。那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可能，哎，其实一度都已经要打进去了，要打进去，而且那班廷埃布也得到时间喘息，其实他们是有机会一波就顶进去，但是他途中为什么沙堡也没错，盖也没错，但是他们途中再续的那一波转去打了英格兰之后，我觉得就一面倒了，好惨哦！天哪！啊，那我觉得这个东风谷这一队整个最大的问题应该是绿色那家英格兰问题会比较大一点，然后另外三家应该是还好，因为前面其实双方是五五开啊，甚至我觉得。东风谷这队还没有比较差，但是我不知道英格兰是到后面是这个状况。这个是有点出乎意料，那这团队的话，真的要跟这你的队友多多沟通哦，希望要多多沟通啊，真的呢，那不要这个犯了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好 ，OK， 那这个我们今天玩家投稿，东风谷玩家投稿也非常精彩，非常感谢东风谷投稿的这个团队哈，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频道哈，那我这边是专做《世纪帝国四》，然后国际赛跟玩家投稿转播，然后时不时会举办一些。世纪四的活动、哦、跟一些比赛，然后希望大家就是您还没玩世纪四的，或者是有在关注的，也可以趁着这个、如果有特价的时候，你可以入手，然后加进 DC 群来，那我们跟你这个可以 touch 一下。那最近比较忙，所以我 touch 到大家的时间会比较短。哦、那毕竟我还有一个家庭要顾，然后那也希望大家多支持、按赞、订阅哦，加这个开启小铃铛哦，那帮忙分享推广一下，感谢大家，我们下一次玩家投稿再见，拜拜。